我哋翻去呢个科会的时间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要讲讲系咪超新星啊？其实好得意啊，讲得超新星就好似讲科学新知咁样，但系点解系科学回忆录咧？咁就系咧，因为咧，如果大家读过呢一个超新星嘅故事，你都可能听过嘅，就系话咧呢种叫超新星嘅现象，即系话喺一个白昼嘅天空无端端都会系喺一段即系几个礼拜时间之内都出现咗一粒星，枕住都喺度好光嘅。有太陽喺度都照睇到佢嗰粒星光嘅咧，就係嗰啲叫超新星現象。呢啲現象咧，因為肉眼都睇得到啊，咁所以喺歷史上邊咧，有好多其他唔同嘅文明都有記載過嘅。咁我哋其中一個好出名嘅例子就係講嗰個叫蟹狀星雲嘅例子啦，就係大約就係即係宋朝時候曾經被記載過嘅一個超新星爆發嘅現象。咁到今時今日咧，我哋一路都有去嘗試追蹤，同埋睇下佢中間咧係有啲乜嘢喺度嘅。咁如果講嗰個蟹狀星雲就係、是、哦，原來入邊原本爆嗰粒星咧，就中間變成咗叫中子星或者脈衝星嘅呢啲咁嘅嘢。咁呢啲咁嘅記載就唔止出現過一次嘅。咁我哋今次咧就好得意啦，就揾到另外一個例子，亦都係1000年前去爆嘅呢一個咁樣嘅超新星。咁但係喺今時今日，我哋先揾得出佢個答案，佢係一個乜嘢性質嘅超新星爆發。咁所以喺呢度咧，又可以講下呢啲文獻記載之餘，又可以講下一啲我哋對於超新星嘅一啲奇奇怪怪嘅認識咯。但係我哋點肯定當其時記嗰樣嘢係超新星咧？嗱，幾個特徵嘅啫，就係佢可以咧係個光芒係持續一個以星期計的時間，甚至乎以月計的時間，然後它的光芒是日頭你都看到，於是乎就是你記載翻個方位，由個方位嗰度咧，你可以今時今日你去追蹤翻，就係佢係即係大約係對今時今日嘅邊個位置咁樣，我哋嘗試可以追蹤到嘅。咁淨係呢兩樣嘢咧，已經令到超新星嗰個係即係好特別嘅超新星信號啦，咁樣。你有冇其他嘅天體都係咁明顯咁樣樣咧？咁即係好多時係夜晚先睇到嘅嘢咯。咁如果你話係朝頭早都睇到嘅，除咗呢一個太陽、月亮係突然之間由冇變又變翻冇嘅呢咁嘅星咧，基本上都係超新星嚟嘅。咁當其時，如果喺中國嘅記載係叫佢咩名？嗱，佢叫嗰啲客星啦，英文佢亦做 guest 啊 ，guest star 啦，客星。即係，但係你話如果一個比較唔係中文文獻，外國嘅就會通常叫做 nova， nova 就新星，即係佢覺得呢粒星原本又冇變咗，又好似啱出世咁，咁所以就有個即係一種個印象，由個印象嚟去命名，你認為佢一粒由冇變又啱出世嘅嘢，就所以叫咗做新星。但係當然啦，好多朋友都知㗎啦，就係呢啲所謂嘅新星並唔係新生出嚟嘅星，相反佢仲係一個咧準備係走向最後衰亡嘅一個星嚇。如果你睇翻文獻好得意喎，叫佢妖星喎，妖星添啊！佢嗰段嘢點寫啊？嗰段嘢可能我冇睇到咁，可能台長我咁嚟家睇到咯，咩就災呢個係災殃啊嘛嚇。就係講宋仁宗嗰陣時候，就見到話佢誒，即係呢個神見到咧，復建自去年五月以來，妖星垂現啊！呢個至今光耀未退，咁啊就噏一賴樣嘢啦。咁啊，但係即呢個係一個空兆嚟嘅，對於呢個宋朝嚟講嚇。嗯，嗰啲通常突然間出現，你話嗰啲咩掃把星啊、垂星咧，都有人會話係啦嚇。宋仁宗嘅時候就係我哋以前細個睇即係嗰啲咩睇包公嗰啲故事咧，又宋仁宗當政嘅時候啊嘛，即係咧一會唔會即係有集啊包公就會講就係話天上面突然出現妖星啦，跟住地上面又唔知道要集邊個啦咁樣嗰啲。係啊，咁但係如果我哋今日睇，就我哋憑咩方法可以鑑證翻佢當其時係入星？嗱，我哋就揾翻佢嗰個嘅方位 ，OK。即如果佢係記個記載，就係喺佢發生嘅時候，日日都有記載住個方位嘅時候咧，我哋大約知道佢即係其實係可能係冇乜點變化到嘅，即係日日你可能定時定候都喺嗰個方位見到。咁我哋就喺今時今日就嘗試再去嗰個方位度揾翻究竟嗰度嗰劈係乜嘢嘢。咁我哋都幾有信心嗰樣嘢本身就係一個即係一啲超新星嘅嘢嚟嘅。
咁所以咧，我哋知道，如果以隔咗成一千年去睇咧，嗰度就再唔係一個爆緊嘅星啦，就係、是、一啲爆咗嘅殘餘嘅嘢啦。咁、啊、再加上我哋而家對於嗰種即係超新星爆發咧，觀察咧，搜集嘅資料越嚟越多，我哋對於佢嗰個嘅火球點樣去增大，點樣去爆出嚟嗰個速度啊，嗰啲節奏我哋係掌握得比較清楚。咁所以我哋亦都知道，就係佢如果係真係一千年係一個嘅啱啱爆嘅即係新星，經過一千年之後，佢大概會爆成點咧？我哋會有個概念嘅，其實。咁所以由翻呢啲我哋對於呢啲咁嘅超新星爆炸嘅模型啦，同埋當時嘅文獻記載大約個方位喺邊咧，我哋大約確定到，即係睇緊嗰粒而家今時今日已經爆到九彩嘅嘢，當時係對應緊邊一嚿嘢咧？咁我哋會知咯。嗯，咁佢而家剩低啲咩喺度？嗱，通常都係剩翻堆星雲喺度嘅嚇。咁嗱，頭先其實我哋一路講嘅時候，台長你都 show 咗嗰張圖嘅。我哋就唔係要講蟹狀星雲嘅嗰、那個那個圖。而家咧就係、是、台長你喺畫面上面 show 呢個咧，就係啱啱呢個 CNN 同埋好多其他嘅媒體去報導呢個太空新聞嘅時候咧，佢就話啦，呢一個咧亦都係。是公元这个11几多年 ?1181 年爆发的一个的超新星。那就是说它比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蟹状星云爆的那粒就是中国有记载的黑星就迟一点的。那但是呢这一粒呢在1181年的呢中国都有记载到。那你其实计算数都是宋朝的时候那不止的主要是连日本都有记载。咁我哋去即係睇見佢就今次睇到就好靚嘅一劈嘢。咁有乜嘢咁獨特呢？咁有嘢爆咗變咗做一個圈咁樣，我影咗張相好靚，係咁多，係咪咁呢？但我覺得最有趣係一個科學嗰個層面嗰度。而家呢我哋就確認到呢喺呢堆爆出嚟嘅星雲中間呢嗰、那個原本爆嗰個來源呢係一個白矮星嚟。嗱，咁呢樣咧，我自己就會覺得，有啲古仔其實仲可以，即係要解清楚嘅。我哋咧對於嗰個行星嗰個嘅一路去演化咧，我哋有個好套版，亦都唔係錯嘅一個印象，就係話咧，你物質越大嘅太陽，咁佢就最後就傾向咧，就用超新星爆發嘅形式嚟爆咗，而超新星爆發出嚟就得兩個結果嘅啫，我哋就會話。一系就變一個叫做脈衝星或者中子星，一系咧就變成一個黑洞，即係呢個係要佢原先呢一個星佢嘅質量夠大先至可以係咁。如果好似我哋太陽呢啲咁樣嘅星咧，佢咧喺最走向最後階段膨脹變成紅巨星之後，再佢就唔會有超新星爆發出現嘅，佢就會慢慢衰亡變成翻一個嘅白矮星。咁所以咧。嗰啲由白矮星去消亡產生出嚟嗰個星雲咧，就温柔好多嘅。但係如果咧嗰個係由嗰個經歷個超新星爆發出嚟嘅嗰嚿嘢一出嚟，你見爆出嚟就好似而家台長你畫面見到咁啦，四方八面你一睇到，哇！一條條痕嘅，你就好似睇到，哇！即係我唔畫漫畫都知道呢個爆炸好似睇落更加勁喎，咁樣嚇。但係而家係呢個經歷超新星爆發嘅嘢入邊，中間係有粒白矮星喺度。似乎就是说什么不是说即是如果白矮星外面就不应该是会有个超新星爆发出现的咩咁。嗱咁呢个就是当然我刚才讲的那样东西比较简化的。其实在那个呢研究天文这样的天体物理学的时候呢大家发觉很多很古怪奇怪的 case 是复杂很多的。咁呢度要讲下呢个故事啦。这个1181年的超新星它具体是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中间是一粒白矮星呢咁呢個咧就要睇翻就係原來佢當初形成嘅時候咧，佢唔係有一粒太陽咁少嘅，佢係有兩粒太陽喺度，而嗰兩粒太陽本身咧都係同我哋地球中間圍繞住嗰個我哋太陽系的太陽咧係不相伯仲咁上下嘅嘢嚟嘅啫。咁佢哋都係弱嘅，所以咧按照翻我哋以往嘅認識咧，就係佢哋喺運行到佢哋嗰個嘅行星週期最後嘅階段嘅時候，就會係。首先慢慢漲咗少少，然之後好温柔地去收縮冷卻翻，就最後變成為白矮星。大家都係照計就係咁。但係如果故事未完喎，
好多嘢就生生不息嘅。因為咧，喺譬如話其中一粒佢已經走向消亡，最後變成白矮星階段嘅時候咧，其實佢亦都係隔離嗰粒嘅太陽咧，係有好多嘅氣體係俾佢扯出嚟圍住佢，即係佢自己亦都噴咗好多氣體出嚟，俾隔離嗰粒吸咗，亦都會有。嗱，總之係記住就係話，其中有一粒佢已經係喺個白矮星階段嘅啦，但係隔離嗰粒佢可能係因為其他嘅原因就噴咗好多氣體出嚟，於是乎就會點啊？俾隔離嗰粒索咗去。呢個白矮星佢如果唔係因為有隔離嗰個伴侶嘅話咧，佢其實就寂靜之中慢慢消亡，就冇嘢發生噶啦。譬如好似我哋太陽系咁就係咁噶啦。最後太陽變翻個白矮星，一路越嚟越暗，跟住就好沉悶冇嘢噶啦。但係咧，如果喺周圍度無端端有啲氣體嘅來源，有啲質量嘅來源，再重新灌注佢嘅時候咧，就會突然之間出現一個大質量嘅吸積碟喺佢隔離。往往就係話，如果俾入嚟嘅嘢係有成，即係差唔多太陽質量高嘅時候咧，佢外邊積咗一好重嘅嘢喺度。而嗰啲好重嘅嘢咧，當累積到咁上下嘅時候咧，佢會向住中間咧，突然之間塌縮冧曬落去爆炸。於是乎咧，亦都可以有權咧，係產生到一種超新星現象出嚟嘅。咁咧，其實即係我哋以往比較少機會去解構啊。其實嗰種超新星爆炸咧，我哋會分類型嘅。我哋頭先講質量好大嘅超新星爆炸，然之後就變中子星或者黑洞嗰啲咧，嗰啲我哋叫異型，即係 Type 2嘅超新星爆炸嚇。即係呢種反而我哋係認為更加主流啲嘅咁樣。但係其實又我用主流呢個字都唔係太正確嘅，因為宇宙入邊更加多質量細啲嘅行星咧，佢哋就唔會，佢哋超新可以用另外一種形式表現到呢個超新星爆炸，就好似我頭先所講，兩個比較輕嘅星，佢哋大家都衰亡嘅時候，其中一個衰亡變白矮星之後，佢將隔離儲咗隔離嘅嗰粒星嘅物質，佢將佢扯咗落嚟，令到佢外邊多咗質量，然之後嗰堆質量一嘢突然之間塌縮咧。亦都可以產生到一個嘅超新星爆炸，嗰種就叫做 Type 1，即係叫一型嘅超新星爆炸。而即係有時候咧，呢種一型嘅超新星爆炸爆之後，有堆物質落去之後咧，就令到佢個物質多咗咧，佢亦都有權就係原本係白矮星，因為多咗嘢之後咧，佢就唔再係白矮星啦，變咗中子星，有呢啲咁嘅例子嘅。即係所以咧，原來咧成個嗰、那個。所謂一粒星走到最後嘅即係階段嘅時候，佢嗰種形態嘅變化咧，原來係有機會可以變，即係可以話兩粒中子星撞埋變咗個黑洞，或者係兩粒白矮星突然之間佢啲質量走位，令到產生多一次額外嘅超新星爆炸。咁喺呢一個例子嚟講咧，佢就似乎打咗個比喻，佢就係話咧，差唔多你唔可以話佢係一粒星喺度爆炸，其實基本上就係一粒星將第二粒星吸咗落嚟，最後其實就係兩粒白矮星係黐埋咗一齊，即係啲物質重新去融入咗一齊，就爆一次，係一種叫做咧，叫做佢就俾多咗個額外形態，叫 Type 1AX， 叫1AX 型嘅。超新星爆炸就是这样去来的。那即是因为外面包了很多这些垃圾集就是气体和星云呢，你要去追踪发生过什么事呢，原来一点都不容易的。那所以为什么到今时今日呢，你要那个星云呢，你有时又要等它的云雾去散，去令到它就不要有，即是有些数据能够可以看清楚，不要隔一阵云雾，那你才知道里面具体发生什么事。那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呢粒星記載咗一千年，一路有天文觀測喺近代都一路有睇噶啦，到今時今日先能夠追蹤翻，原來佢就係一個就係已經叫做一個殭屍狀態的星咧，就原來就係咁樣去嚟咯。嗯，咁係咪佢做嗰陣時候咧，係要逐個即係特點咧 match 翻嗰個喺古代嘅記載？嗱，呢個都係啦。另外就是說對於那個中子星和白矮星它本身發放出來的信號那個頻譜會有不同，即是它那個質量啊，它的自轉啊，給出來那個發放那個脈衝輻射那些頻率啊， 你全部是可以有一個，我們有些指標來將它分類，那你是要找到一個很清晰的信號，你知道裡面那顆東西有多大顆，
同埋佢本身係轉得幾快，同埋佢俾出嚟嗰種信號又係邊一類型有幾強。黑洞有好獨特嘅 X 光信號，跟住咧中子星有好獨特嘅周期性，譬如話係有一個即係一秒轉一千下，一秒轉千幾下嘅呢種咁嘅信號俾到出嚟。咁相反，另外就白矮星就少咗呢啲信號嘅嚇。咁由呢度我哋就知道佢哋係邊一類嘅。好，咁我哋今日就完成咗呢個科學新知，我哋下星期再見啦。好，拜拜。拜拜。神秘的嘢第一節，咁啊，2022神秘的嘢同大家見面啦。咁啊，今日會同大家講啲咩咧？就講一單咧喺飛機上面發生嘅古怪嘢啊！咁話說咧，喺幾個月之前咧，就一架美國嘅內陸機咧，突然間有個女人啊，就企咗起身出嚟咧，就大吵大鬧話要落機嘅。咁到底係發生啲咩事呢？咁呢個女人咧就話闖去隔離嗰個咧就唔係人類嚟噶，大家唔落機咧，咁啊乘機人都會死噶啦。有好多網民喺度話咧，就話其實個女人咧就其實可能係冇講大話嘅，就話坐喺個女人隔離一個咧係一個叫 shapeshifter 嘅嘢噶。咁啊，幾圖你點睇啊？嗱，呢樣嘢咧其實都唔算係新噶啦，以前我哋響神秘的嘢都有提過嘅蛾獸。咩係蛾獸呢？蛾獸就係可以變成人形嘅神獸之一。咁點解今日神秘的嘢咧會講呢個題材呢？其實你諗下，如果啊 shapeshifter 係真嘅話，就會唔會啊我哋身邊嘅人咧，其實未必真係嗰個人嚟嘅咧？其實係 shapeshifter 去模擬翻嗰個樣嘅嗰個人咧。喂，咁換句説話嚟講咧，咁即係可能有一日啲觀眾喺度睇緊嘅咧，就並唔係啊我同阿幾圖喺度做節目。然後兩個人咧就扮緊我哋喺度做節目嘅喎，咁但係如果係咁就好 Q 大鑊啦。咁有機會咧，啲人就真係咧追緊啲假嘅節目，就唔記得咧就追我哋嘅節目啊嘛。咁關鍵係，如果啲觀眾睇完之後喺 YouTube 上面，佢哋訂翻個訂閱制，咁問題咪解決咗咯？嗱，冇錯啦。其實我同阿幾圖咧就真係冇夾過㗎啦，但係正正咧就係我想講嘅嘢啦。其實咧就有人扮佢哋兩個咧就唔緊要嘅。最重要咧，就用 YouTube 平台睇我哋節目嘅觀眾咧，就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同埋鐘仔喺度咧就撳一下，咁我有新嘅節目咧就會有通知噶啦。咁啊好啦，今日神秘的嘢咧就係咁先，之後咧就神秘之嘢啦。並唔係真係我同阿台長，唔係，只我做台長，所以我係企圖啊嚟嗰次，sorry。